我们今天的花生黄金煎堆呢，所以来，现在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材料。我这边有糯米粉，全部就是用到糯米粉哦，糯米粉。然后这边有糖，然后这边是110克的糯米粉啊，然后糖这边的另外一个40克的糯米粉，然后有这个芝麻，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是水哦。水也是糯米粉，然后糖，然后花生、牛油，然后这个油是等一下要搓这个粉的，哦，这是全部的材料。我这边先煮开这个水，我这边有125克的水，然后加50克的糖。看有没有水跟糖在一起，跟它融化先了。你开什么火锅呀？我开中火可以了，因为只是那水煮了就可以了。然后就把它先烫在这糯米粉里面。慢慢倒，倒在这个糯米粉里面，拿给你们看，进去里看。倒下去，它就会熟了。然后糯米粉是拿来做汤圆的。对，做汤圆的糯米粉。可以先煮那个油吗？油，等一下我要炸，还没有。弄烧先那个油。再拿水开。这个糯米粉烫了之后，我会加这个没有烫的下去，也是糯米粉。对。没有烫的多少？40克。40克啊。对。40克。然后就把这个油一汤匙的油倒下去。一汤匙油倒进去。这个那皮很容易很快。等你们 OK， 你们几点吃完饭的？ Okay. 我们呢、啊？我们没有一起吃的，就是肚子饿就吃喽。一个桌子的就放饭，对，放菜。然后自己拿自己的，人就坐在那边这样吃。然后我这边有糯米粉，可以，沾不要沾手哦。是不是？嗯。就是这样自己拿着吃，吃了再做什么？吃了。吃完没有事情看电视啊。啊，你不是讲没有电视？去隔壁看呐、啊。你放这个粉叫做什么？这个粉团啊。不要粘手、啊。我等下不要粘手啊，等下个沾手不沾手啊。然后这样给它盖住啊，半个小时哦。是不是那个？一滴不剩了。可以等下，等他讲完先。然后把这个花生倒下去，我要搅它碎一点，不要这样粗哦。拿靠近一点倒，拿靠近一点倒啊。他们讲他有去 community center。对，联络所啊，不然就是去联络所啊。去联络所。然后自己玩呐、啊。有没有玩？Scotch 咯。OK。这样就可以了。OK， then OK， 好。就收掉。OK。花生倒出来。OK， 现在我们把花生倒出来。OK， 这个是一个在包在里面的哦。对。包在里面的。这边呢，我会加糖。对，现在加一点糖进去。加牛油。加一点糖，再放牛油。你们没有牛油，你们放花生酱也可以哦。放牛油是给它粘在一起，对，等一下包的时候比较容易粘在一起。这样子。这个碗有点。而且你要放在一起搅也是可以的。对呀、啊，反正是拿出来要黏黏咯，搅比较均匀啊。搅的比较均匀啊。对。
哎，你们要放一起搅也是可以哈，这个这样子放一起搅也是可以。我给你做别的东西，我帮你搅。等一下，我们要做那个皮啊、哦。这是三十分钟嘛？对，三十分钟的哦，来拿出来。给它醒一下，三十分钟哦。那我们现在刚拿出来，我们现在开始做它的皮了，开始包。不是我的那个反应要去了、嗯、我放一点粉在上面、嗯、放一点粉在那个板上面好那个板、啊、我们给它搓一搓这样子可以做大概几粒、嗯、看你做大小粒啊所以你可以做几粒我大概大概啊对现在切切出来不要太大粒 啊大概看可以切几粒你要不要开火？二四六八九粒。九粒啊！要不要开火？可以可以可以，那可以。然后我这边呢、哦，有这个糯米粉，只是一汤匙哈、哦，然后加水。啊，这个是什么？加水糯米粉、啊。加水，等一下我要沾这个芝麻啊，糯米粉沾芝麻沾这个，然后下去炸。OK， 这个要小火的哈、哦，放那个芝麻会整个炒大哈、哦。啊，不要太，也要热啦，热了就嗯。拿低一点，低一点，高啊，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包一个啊花生。你平时还可以包什么里面？包豆沙。包红豆，你们喜欢包红豆、包豆沙都可以。芝麻馅、okay, ，芝麻馅，芝麻馅是汤圆啊，可以芝麻。啊，给我包肉了。然后这样一粒。给我包八草，虾跟八草。啊，好吃哎。放葱 ，OK 吗？你想一下自己哦，对哦。包肉吗？这样一粒圆圆就可以了哦。给我要包肉嘞。以前还讲广东话，小孩子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做几粒，做五粒就好了。哦，那锅没有这样。哎，你最后一粒做好了。来看一下最后一粒，给你们看怎么包啊？好像包粿这样哦，就跟包粿差不多啦。嗯，中间弄一个洞就可以了。很心包这样子。我贪心，我中间放很多馅料，等一下火。OK， 那现在要沾点那个水是吗？对，那把那好。我已经弄这个水了哦，那个糯米粉加水哦，然后我们就这样放下去。糯米粉加水，你就应该放下去，沾一点水，然后我们就放下去这样。裹一层这个芝麻，你看，裹一层芝麻这样，然后沾一点这个糯米粉跟水，然后就进去跟它裹一层，啊，这样子跟它裹一层。对，我们先做五粒吧，最后一粒来裹一层那个糯米粉跟水，然后就放在里面，跟它裹一层芝麻。OK， 大家煎这个的时候，煎这个煎对的时候，你的火不会太大了，因为火太大的话，那个芝麻很容易炒大。OK， 等一下这样继续跟它搓圆啊。不是，给它这样子，那个芝麻按进去，按进去，把那芝麻按进去里面，对、嗯，放在这个东西这样下去。OK 这样子 OK 哈、嗯。这个你们的那个油温不可以过高嘛、嗯，太高的话很容易超大。啊，等下外面焦了，里面还没有好哦，你看。啊，不然让你外面烧焦了哈，它里面那个皮还没有煮熟。对，来放多一粒下去，啊，你要这样慢慢放哦，大家慢慢放下去。OK， 再来多一个，煮。嗯。那我们就这样给它煮一下。那这样然后它爆出来太多了，太，我贪心嘛，爆太。它会不会爆掉？不会的。OK， 啊 ，COD 这种要加多罚款，啊 ，COD 就货到付款啦、啊，然后送到你家你再还钱。
OK， 如果你要不要还那个，你要免邮，免邮的话你要汇款，然后 PayLah,ATM transfer 这些啦啊。OK， 啊，都是给人炒高的，以前的人有电视和电话就很芭比，什么是芭比？芭白啦，哈哈，讲很芭比。OK 好，今天的这个黄金花生煎堆煮好了，大家看一下。OK， 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喜欢可以 follow 我们看食谱啊，看食谱。OK， 啊，可以去我们的 YouTube 看，也是 Facebook 也可以看。OK， YouTube just type new secret recipe。OK。OK， 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喜欢的话帮忙按 like、add like、share、点赞。OK， 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OK， 大家再见，拜拜。星期五再跟你们讲这个故事，拜拜，再见。